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款游戏内容多达数百万字，随便一玩就要玩超过500个小时，那应该会很累人吧？而这一款《上古卷轴》就是这么庞大的一个游戏哦，它现在呢要推出最新的第五代了。应该也是要玩很久，所以如果你没有爆肝的心理准备，可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哦。Bethesda Softworks 公司表示，他们备受好评的角色扮演游戏《上古卷轴》最新作品《上古卷轴五：天际》将在今年11月11日推出，让玩家再次感受超庞大的奇幻史诗。上古卷轴系列是在欧美地区历史悠久的作品，向来以超庞大的游戏地图、自由的分歧剧情撑住，而本作的规模将会是历代最大。除了有比前代作品更庞大数倍的地图之外，另外还有新的技能系统、数百万字的庞大剧本选项，另外还加入了坐骑系统、宠物系统、房屋系统、工会系统等，加上还能对抗庞大凶悍的各类魔物，挑战成功还能获得各种宝物和武器技能，体验原汁原味的中古奇幻史诗哦。